好，祝裁判傅明一声长哨。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。这几个队员啊，这是实际上贝尼特斯去年比较看好的范塔利斯卡左脚来一记射门。那场比赛很好，就是也激活了塔利斯卡，没错，也是让塔利斯卡打进了这赛季目前为止最后一个球。哇，漂亮！哇，又是大皮。徐佳敏这一下反应真快，倒三角的传球非常犀利，跟进的保利尼奥一脚劲射。徐佳敏再提醒一下队友，振奋精神。神，对，你看着人多，但是人家这几个巴西人上来啊，对吧？后插的队员就，他突然一个对，外脚背一弹，这边有启动。看看速度，王俊贤哦，这个球是要吊门吗？在他右侧有两个队友啊，一度在射手榜上是名列榜首。何雨鹏，何雨鹏，哇，这个传球，嗨呀，郑龙这两脚球处理的对，二点球，郑龙的左脚好像又是打外脚背啊。何雨鹏传，很可惜传在了两个队友的中间。对，这边朴智洙顶下。二点也是大连人的，何雨鹏好像也在要求。哎呀，直接打门也可以啊。对，现场观战的大连球迷啊，非常激动。右边，对，钟一浩上来。有哦，塔利斯卡，他认为对方啊防守有犯规。这下可能摔得还真不轻啊，两个人是吊在一起了。你右脚拿球的话，对面队员实际上就防你那个里面那只脚。对，一般你不会左脚，左脚不抖外线。对，头球乌龙，大乌龙。下半场开场三分钟，单鹏飞，哎呀呀呀，这也没辙呀、啊。钟一浩说：“你看教练说的多好，对啊，让我下底。对，他实际上边路对你没有什么攻势，那你实际上边后卫就应该放开了攻上去，就当边锋用就完了。是这样。PP 体育的球迷朋友，本场比赛进球之后，苏宁易购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雨，抢好货就上苏宁易购。断球没吹，李帅断的，再教李帅，清楚，看郑龙的传中。”有头球，漂亮啊！刘变作精彩的扑救，右脚的传中。哦，这个球有点大意了。王俊贤右脚射门，又是刘变作。艾克森，漂亮。张冲站在球门区的线上，转身很快，传给张修维，塔利斯卡，左脚弧线球，哎呀，他这左脚今天塔利斯卡、这个、靠谱啊，脚感确实不好，就是、你包括他定位球打的也不好，重炮啊，嘿，横梁了，这个隆东可以，这么远的距离球控制得非常好，真是把好手。好，主裁判傅明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中超联赛在大连赛区第14轮，广州恒大淘宝1-0